我只有胸甲先刺，其他地方还没。不是，我总觉得没有以前的力量二跟锋利五的感觉啊。以前力量锋利一刀就死了，现在还要跳打、哦。烦死了！去死！都去死！我想开大招哎、欸，变成和平！哎呦！以前最讨厌打就是葛了，啊，烦死了。啊，安静了一点点，没怪了。啊，屁死啦！我真的记得以前力量二是一下一只啊，现在怎么会变这样子啊？六颗哇，根本是没时间看，就一直狂打到哎，16颗，搞不好以前这么好打的原因就是我以前电脑其实不好。所以视野距离都调很低，怪不得想说什么以前的效率那么好，现在效率那么差。那时候电脑不是实况机，那时候还在用内心在玩。我要全身弄尖刺，我气死了。反正我有尖刺一的伤人。好，我们再打一波，就差不多等那个了。先退回来，43，哎，50、60只选项，然后再打开，这样就好了。好恐怖哦！这什么鬼东西啊？麦块这样设定没问题吗？去死！我吸到头了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射爽没？
干嘛啦？太多只了啦！我那么多骨粉干嘛？哇，这样每次打都有两颗哦，还是运气太爽了吧？好，才打两分钟哎，说要再打一次啊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子，选项显示设定二，七只、八只、十二只。快五点了，我知道啊，可是还没五点啊，首播还要多等两分钟哎。选项，我感觉我这个做法好像就只是你切出去，改成和平模式，然后再变成困难模式一样，有没有？像不像？没怪了。绕一圈，打了一大堆，天哪，强力一，强力二。好，我们在对着这边尿尿，对这边 ，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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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
那我下去。下去啦。下去啦。好了，还有四分钟。感觉最近够打了，地狱应该算是毕业了啦，所以我们不用盖一些什么其他机关了。十八六三六六个烽火台，应该也够用了啦。应该短时间不会再来地狱了吧？打哈欠。好了，五点了，看首播咯。音乐先关掉。水还没喝，不是水，茶还没喝完。噔。我觉得很北齐耶。你因为的音打错了啦，是笔画比较少的音啦。有哎、欸，可是你看哦、喔，不死氪金只是打猪人哥那个啊，凋零骷髅还有骷髅头靠腰啊，吓死人哦、喔。你懂吗？就它就是限制在，就跟打魔物猎人一样，像不死氪金就是限制不死生物嘛啊，但是锋利的话，锋利的话又是可以什么都打、啊。守护我们的书柜耶！那是包包的宝贝的洞。哇！我醒了，我吓醒了，我吓醒了！干！
Oh my goodness！ 国王啊，国王！啊，不能乱玩了，我要来照顾我的宝贝附魔彩了。真的是国王了，杰克，你在哪？我有两颗。跳下来啊！哎呀，宝宝，我掉到你的洞了。哦，这是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冷静。我喜欢深一点的。来吧，你不要玩我，还在往下吗？哇哦，刚刚炸我那么多下、哦，后面有还要深一点，现在该还了，真的，这些都是美好的误会啊！现在要听他的美好的误会。波波你好硬，好多铁哦，波波，我一帮帮我铁，铁很多，你看还有黄金，还有金。我下来，你这那么多铁，那么硬，哇！我真的好想开一次，车速好快，而且你机子吧，是有点快。什么意思，洋洋？没有，他说你们钱赚太快啊，发大财。他们换稿了，他们换稿了，换稿了，他们那么快，我们没办法。我是僵尸，你在干嘛啦？好，你刚说好丑啊！我刚有听错吗？我讲的小声没？你们两个今天没有破音，离开是非之地啊！精神攻击，我在角落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瞬移被吃掉了，所以那招不能用。两个，就瞬移干嘛？打开商人啊，然后瞬移丢出去就不见了。嗯，你要卡别人商人哦。我想试试看，一直没试过啊。应该就没办法，对啊。有人我们家交友交友节目是最大最大的交友平台就在这里。我哎、欸，好像跟全球最大澳门，澳门说什么首家什么？哎，谁要首家啊？我们首家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啊？没有、就是、交友平台啊。交友平台啊，交友平台最大交友平台是吧？最大交友平台、啊、哦，嗯。我还没有边缘到用交友平台啊，好好的朋友。那不好，你都去交友平台看些什么？不好说，我跟你讲、啊。鬼灭之刃。鬼灭之刃。晋级的巨人。对，水之呼吸之类的。看什么的鬼灭？水之呼吸吗？第十二型吗？好丑哦，这西瓜也好丑。可以不行，现在是普遍级。想到什么东西去了？你怎么了？我看你们也蛮开心，没玩没有。所以没有办法攻击我，在中间等那个等两百块。你也太早等了，你这耍废一百秒、欸。这边有两个人呢、欸。那你们是三人一起飞呀、啊？哦、oh, ，不对不对，变四个了，变四个了，一直增值啊，人很多嘛。哎、欸，小雨越来越多人了、欸，哎，超多人的、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看，他这中间都是开 party 哦，真的超多人哎、欸！对方用的、哦、最和平的是手加技能哦，不走走走，百货一换四，有那个僵尸来喽，升怪了，升怪了，繁星开花了，看看看看，三三三，一，不要烧了，哎、欸，受伤了，打我的吗？哎，真的僵尸，我抓 bug 了。好，抓 bug 了。你们发现我挖到一半，突然有人不见了。啊？有吗？啊？你们是不是知道我吗？他被揍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你是不是那个瞬移现在才激活？对，那个是那个，他有石头。会。哎、欸，所以我可以提早去捣乱，然后被人家打的时候马上顺回家、欸。哎，好屌！真的。我要两本，多买两本书来。哎、欸，洋洋，你要不要无敌跟瞬移？多买两本书，好赚哦！卖你，我看一下哦。喜欢看书哦，来20块来卖你，你只剩20块，你好穷哦。卖你不出来呀？笑你，你是笑人家。二楼有人哦。哎，下去了。这样子不要那种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有拿到吗？你有拿到，有。没事。交易成功，交易成功。我好亏。我们刚刚是被警察临检的吗？警察临检。临检。偷偷交友，哎，非法交易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非法交易，非法交易。哦，是吗？哎呦，哎、欸，是我。是啊，扎兰克，小米友，那你怎样啊？瞧你怎么了？会打架？来，枪了，冲啊！我会买东西的障碍啊！小雨接过，小雨接过，快跑！哈基要爆炸了，要爆炸了！哇，爆炸了！趁现在调侃他吗？可以。一二三。哎，等一下，来，有无敌的啦，巧克力，我居然找你下面把无敌吸走了，来给你。我已经用了，都给你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帮你了，买这个，那你我卖你这个。
你以为你走得掉吗？啊！怎么一直多满？二五啊，给你二五啊！我怎么都我僵尸跑进去，亏这么大。巧，那你是在干嘛？没有，我是佛系商人。哦，那你可以那个不行哦，不行哦，我不要听，不行，为什么要打到我？那个书柜便宜五块卖我，来，还一本无极在箱子里面了，怎么又有？拿那么多本、啊，是你刚买的。可是我已经有了，有基本真好，领钱的。干嘛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涉嫌洗钱啊？是不是最近？是不是最近有伏笔要涨价？你赶快先买起来用啊！囤货啊！看涨哦，看涨哦，是不是这样？跟伏笔工厂有一些联系啊。这是因为又是因为肺炎的关系啊。嗯。对啊，无敌嘛，说那个无敌就不用怕了，别担心。哦哎，我怎么越来越说都困死了？把我们讲一本瞬移，然后你又讲到瞬移，对，我怎么讲一本瞬移？到处都有瞬移，你才是涉嫌洗洗技能的吧？我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是我在家里拿到的吗？箱子里面有一本瞬移，要自己拿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刚刚那个第二那个第二件半价、啊，多买一点哦。所以刚刚是不小心按到 shift， 然后就全部啊。好，哦，保险箱最大的来来啦，我全都全钱全部拿出来了啦。到底是谁啊？没有，回家领钱。哎、欸，王，哦，那是杰克。真棒！真棒！你真棒！哎、欸，那来的猜居然。不是计程车，计程车，计程车，猜计程车啊！这有一点厉害啊！老老老，你们小心哦，我先去升级。有个人叠上去了，宝宝。啊？你会盖书柜哈？对，我会。先把它包，我只是先把它包起来。哎，杰克，你看到这个会不会想问他一样的话？会。我先把它包起来而已，你懂吗？对，看一下。不要怀疑他，他可以的。哦、oh, oh, ，好，我也想问他一样的话。你上来看都会问一样的话。真的会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我不管，我先说。你好会盖书柜哦。你好像很会呢。你好像很会呢。等下，不过压力山大，不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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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不会盖了，真的把它剪断了盖。婆婆，你在干嘛？对不对？你会盖书柜吗？是不是想问一样的话？对啊，这是我的宝贝，不然等下被炸掉了。书啊，那自己的书柜是用书？有，我知道，我那个是先预留位置，你懂吗？这是定位的概念。我一把打住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笑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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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哇，他冲过来，他把纪念品都拿走了，他摔死，他摔下去，他直接死，哇！他把我的弓拿走了，说不定还有，他摔下去，直接摔到最底下。他真的开心的，宝贝就靠你们保护。他杀死你就疯狂的把经验值给喷光，不见了。你的弓是什么？你的弓是什么？无限火焰。下面都捡回来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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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回来了。哇，好棒！给你，你在哪里？有百秒宝藏没了。先你拿，我刚才挖中间。哇，反正我现在有个强五，怎么办？不是没关系，我抢三跟你换。抽僵尸，抽僵尸上楼了，抽僵尸上楼了，打他！我来了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剑，宝贝，宝贝。你嘴遁白眼天敌，我OK 哈，你在哪？应该可以，我在地底，我在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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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你自己保护着，自己保护着，我们来打。哎，小雨，我捡到保护衣的鞋子，丑八怪过来干嘛？丑八怪，走开！有我保护衣，底下给你，底下给你啊！丑八怪，丑八怪，丑八怪，你那个投射物保护之力，僵尸是在哈喽，回去，你是碟子吗？僵尸啊！僵尸在哈！僵尸哈！僵尸哈！啊！
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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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省你的洞，我什么的洞？哎、欸，我刚才守护我们的书柜耶。我的洞，那是 Bobo 的宝贝的洞。在那里为什么你要进他的洞？我帮他提领了吗？不然你就丢掉进去了。哎、欸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刚刚不要守，刚刚都不要守，刚刚都不要守，都不要守，都不要守。我的错，我的错，不能乱进他的洞。我的错，我小雨没穿裤子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是 Bobo 的宝贝，我把洞挖开了。Bobo 的宝贝洞吗？洞的洞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，真的超好笑。我去找小雨，等一下，小雨你在哪里？为了封面跑去找小雨，结果小雨不见了。小雨不见了，小雨不见了。没关系，我的影片里面一定有小雨可以找。我因为我要拍小雨，这样封面才有小雨。超北气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！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要来去睡觉了，晚安，晚安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白痴哦，我跟首播的，大家拜啦。我回去观海路哦。好了，八八八八八八八选项。好啦，晚点看状况，应该不会再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应该不会玩麦快了啦，因为想先休息一下，玩玩别的。反正下午以为可以爬到塔的，那边乱立起，什么打到凋零骷髅头。就继续玩麦块什么的，傻眼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。欸，这里，这里，我存一下哈。这顶有点猛耶，耐久水下呼吸保护耶。哇哦，好，把东西带回去，我们就观台，感觉还会再来这么玩一下子啊，例行公事。啊，晚点不知道欸，猎龙或是那个爬塔游戏选一个吧。哎呀，因为我好像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好好猎龙了。晚点我再想想哈，等等凋零再掉头怎么办？我不去打就好啦，我不去打他就不会掉头啦。欸，今天只差一点点呢，然后路上杀几只蜘蛛人好了。然后去附一个掠夺跟不死克星的刀。嗯，还真的要杀猪人啊？怎么可能？啊，我骨头丢这边好了啦，
都满了。帽子。欸，想要骨头先满呢。好啦，今天晚上再见啦，现在我要去休息了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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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拜拜。哎，这样挥手速度也很快，有效率，有挖掘加速，应该叫做挥手加速，有没有？好啦，那我们晚点见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哎，完全没有花了欸，花了花生。欸，不对，我不要重影了吧，因为我按过和平模式。啊，和平不能乱按，我忘记了。那这个私下用一用啊，快气死了。好啦，铁巨人塔。哇哩的。啊，大家拜拜。我现在很难过。拜啦。拜拜。